打开一部部中国书法史书和一卷卷前贤法帖珍品，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特殊人物的影子。然而这些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起的作用却绝不像影子一样无足轻重，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就是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在北京的紫禁城内，皇帝起居的地方叫内廷，养心殿就位于内廷的深院高墙里面。养心殿的西暖阁这所面积不大的房子却有着很大的名气，似乎是为了昭示它的与众不同，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额三希堂高悬在门楣之上。在这里珍藏着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园帖。王羲之、王献之、王洵都是生活在距离乾隆皇帝1400多年前的东晋。王羲之被后世誉为书圣，王献之和王洵则分别是王羲之的子侄。乾隆皇帝认为这三卷法帖是稀世珍宝，故而将存放这三卷法帖的西暖阁命名为三希堂。按理说，清宫中珍藏的历代名家书法作品非常之多，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乾隆并没有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划归三希之内，却偏偏选择了无论篇幅、字数和名气都远远不及前者的《快雪时晴帖》。作为皇帝，乾隆无疑亲自鉴赏过多种版本的《兰亭序》，为表示赏爱，他还建立了《兰亭八柱》，就是将八种不同版本的《兰亭序》分别刻于八根石柱上。既然如此，乾隆为什么不能把《兰亭序》作为王羲之最为珍贵的作品进入三希堂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乾隆他认为陈氏的《兰亭序》是唐人临摹的，他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快戏帖》则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王羲之传世墨迹中的上品，是真迹。因为这个帖后啊，既有赵孟頫等众多的名家的提拔鉴定，又是经过了宋代的宣和内府以及收藏家贾似道、米芾、元代的内府、明朝的收藏家朱成国以及清内府的收藏。可以说这个《快雪时晴帖》啊，是既有名家的鉴定提拔，又是流传有序的。当然他认为这应该是王羲之的传世真迹了。至于后来考证认定这个《快雪时晴帖》啊，还是唐人之临本，同样王献之的《中秋帖》也不是真迹，这大概是乾隆皇帝所没有想到的。虽然如此，我认为的至于这三希堂的这三希，同样堪为中国书法史的稀世珍宝，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兰亭序》是因为后人临摹而不能进入三希堂，那么唐代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北宋苏东坡所书《寒食帖》，这两本法帖确实被后人公认的真迹，这两篇被奉为天下第二行书和天下第三行书的珍品，为什么也没有被乾隆皇帝请进三希堂呢？根据乾隆皇帝在位时的社会书风和他本人的书法特点，我们可以推测，在乾隆的心目中，代表书法最高境界的仍然是王羲之，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我们乾隆留下的墨迹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走的也是一条学习王羲之的道路。
颜真卿、苏东坡追求变法的书风或许并不被乾隆认可为书源正统。再者，毕竟东晋的王羲之要比唐宋的颜真卿、苏东坡早几百年，自然更显得珍贵。闲暇之余，乾隆总喜欢到三希堂翻阅欣赏珍藏在这里的书法和绘画，这成为他独特的休息方式。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家朗世宁就曾经传神地描绘了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赏玩珍藏时闲逸恬淡的情形。这个文字的应用是吧，按照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一个话来说，说藏典文之大求，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这个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是吧，你要藏书你国家的经典，是吧，要成就国家盛大的事业，哎，那么最不能缺少的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书写，文字的书写和书法。喜爱书法的帝王可以倡导一代书风，就连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和历代帝王的推崇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亲自为王羲之撰写了一段音评，这就是《王羲之传论》。唐太宗写道：“心目首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在传论中还说道：“所以详察古今，精研传历，尽善尽美，其为王逸少乎？”唐太宗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为表彰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他亲自撰写了《晋书·王羲之传》的传论，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超越了所有人。对王羲之传世的书法作品，唐太宗不仅心魔手追，在全国广泛征集，还命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人临摹了多本的《兰亭序》，分赐给王公大臣。正因为有了唐太宗的这个举措，我们今天才能见到褚遂良、虞世南所临写的《兰亭序》，以及冯承素的双钩摹本《兰亭序》。这些墨迹最接近于《兰亭序》的真迹，被后人认为仅次于王羲之亲笔所书，所谓下真迹一等。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使得一千多年来中国书法有了以王羲之父子作为衡量尺度的美学标准。从唐朝之后，王羲之受到了历代的推崇与宗法，书不入晋故非上流，法不宗王俱称一品。这就是说，学习书法如果不从晋人入手，就不能提高书法的品位，如果不遵从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书法的真谛。明代的项目总结的这一评价书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李世民所确立的书法理想境界。帝王他作为全国的主宰，君临天下，其过人的才干和气质直接关系皇权社稷的安危，过人的好恶也最容易造成一种社会的风尚。由于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帝王对某种书风的喜好或者提倡，往往比较直接的影响甚至左右当时的社会书风。就唐代而言，这种影响至少就有两次。第一次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宗望之风，在唐太宗不遗余力的推崇下，王羲之的书法成为一时显学天下共笑。第二次是唐玄宗李隆基推行隶书，李隆基是锐意作章草八分，因此他使得开元天宝时期及其以后出现了不少以隶书撰书名士的书家。
虞世南长期在李世民身边为臣，君臣之间经常在一起讨论书法。虞世南相貌儒雅，身体瘦弱，然而他的书法却是居带飘扬而束身举步，有惯见不可犯之色。李世民对虞世南的评价极高，称赞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虞世南去世后，李世民怅然若失，叹息没有可以与他一起讨论书法的人了。为了表示厚爱，他钦定将虞世南陪葬于为自己选定的陵寝昭陵之内。由于酷爱书法而做出如此举动的帝王，李世民堪称千古一人。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王羲之的书作，一时间各地争相献上，鱼龙混杂，真伪莫辨。于是褚遂良便担当起勘定真伪的重任。唐初的宰相魏征啊，向唐太宗李世民推荐了褚遂良，褚遂良也在朝中做了官。他和这个虞世南等人一样，不仅是唐初最有名的书法家，而且也是朝中很重要的大臣，对于一些个很重要的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所以呢，唐太宗曾经夸奖褚遂良说：“人立身不可以无学。”遂良所谓多识君子也，也就是唐太宗夸奖褚遂良是一个学识丰富、见多识广的君子之人。褚遂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病重时召见了褚遂良，他说：“汉武帝即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轻矣。”太子仁孝，其进城辅之。李世民借用了历史上汉武帝向霍光、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典故，向褚遂良托孤，请他尽心竭力辅佐太子。李世民又对太子说：“遂良在而勿忧。”开明皇帝李世民对虞世南、褚遂良的情谊感人至深，可是他对王羲之的推崇就不仅仅是帝王对于书法作品居高临下的喜爱了。正是由于他的推崇，奠定了中国书法千年不变的审美标准。他帝王不管他个人的素质怎么样，他地位决定了他是比较宏观的考虑。你像唐太宗，他不管我前面说的，他不管意识没有意识到王羲之可能成为一种书法楷模而治理唐代的，起码是书法精神，也包括人文精神，他不管意识到没有，但是他处在他那个地位，因为他成天就接触要管好这个国家，他不会不可能不从国家民族这个高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这是一点决定了他们常常会起到作用。第二，他们有一个一整套体制来灌输他们的见解和主张，是吧？因为这个上有所好嘛，下比这个趋而目之嘛。这块立于太原晋祠的石碑，是中国书法历史上第一块以行书书体的碑刻。在它出现之前，碑刻的书体仅仅限于篆、隶、楷书，而从没有出现过行书。这块碑的书家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看出，李世民的书法也是师出二王。李世民之所以把王羲之抬到书圣的地位上，是由于王羲之力兼众美，汇成一家，出神入化地将中庸思想形象化为书法艺术。王羲之能成为书圣，应该说是历史的选择，李世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中国文化的传承
是绵延不断的，书法也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呢，是儒家思想和学说。中国书法这种文化形式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决定书法的基本的历史风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儒家学说中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思想和这个治国安邦的方略都具有某种指导性规范性的属性。书法呢，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啊，却可以表现出儒家学者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信条。儒家思想传统呢，在书法中的折射与升华是集中而典型的。明代的项目说，正书法者所以正人也，正人心者所以贤圣道也。可见那么正书法是可以正人心的，而正人心才能够贤圣道，就是说可以弘扬圣道，辅弼圣道，这样的作用呢，也正是统治者呢所希望的。因为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李世民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各地收集到的王羲之书作非常多，其中唯独不见《兰亭序》。唐太宗下令，无论如何要找到《兰亭序》真迹。这幅南唐画家巨然所画的《萧绎撰兰亭图》表现的就是这一历史故事。为了执行李世民的命令，御史萧绎单人匹马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最终是他将《兰亭序》从一个和尚手中骗到手，献给了唐太宗。从此，《兰亭序》找到了他的最后的归宿。公元975年，历朝39年的南唐便被北宋灭了。后主李煜在被宋兵攻破金陵而被迫投降，后来被毒死，仅仅活了41岁。李煜做皇帝昏庸无能，但他在艺术方面却有着独特的才华，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艺术家。他擅长诗文，精通音乐，能书善画，他的诗词写得非常好，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吴语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在诗词书画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兴趣，他创办了历史上最早的画院，把当时的著名书画家聚拢在一起，大家谈诗论画，挥毫泼墨。李煜认为，要创造好的书法绘画作品，必须要有高品质的笔墨纸砚。中国书法的表现，除了文字的构型和书写的这个方法技巧之外，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它和这个书写的工具，就是我们说的文房四宝，是吧？文房四宝，这个笔墨纸砚，这是分不开的。这个东西呢，就主要是到了这个汉代以后，就是汉字隶变以后，到了金文字的时代，又是特别是到了魏晋这个纸张的使用更普遍以后，那么这个书法和笔墨纸就有直接的关系了。
摸摸就是黑的了，那还有什么变化呢？不是的，那古人就讲墨分五色啊，可润浓淡白啊，可笔嘛就是干枯的笔墨，润嘛就是滋润，有浓有淡，还有白，白也是墨吗？白当然不是墨，不过这个白呀、啊、和一张白纸的自然状态的白不一样，它是用笔墨书写以后流出来的艺术的白，所以叫黑出是字，白出也是字，所以这个白的是由于这个墨造成的。当时的书画家们都喜欢用造墨名家西亭圭生产的墨，李煜为了鼓励西亭圭，特意把自己的李姓赏赐给他，西亭圭从此成为李亭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由皇帝赐姓是非常高的一种荣誉，从此李亭圭墨便名扬天下，人称李墨。南唐画家居然的《秋山问道图》使用李墨点染出树叶和小草，虽历经千年，依然墨色明亮，层次分明，富有质感。北宋大书法家苏轼就非常喜欢用李墨作书，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至今墨色依然如新。自古以来，名家作坊对于墨的制造方法是秘不示人的，因此高质量的墨产量极少，真正李亭圭造墨产量就更加有限，能流传下来更是绝无仅有。于是乾隆皇帝命人整理了李亭圭墨的生产工艺，绘成墨法集要图，再现了李亭圭墨的工艺流程，他还指使太监在宫中仿制李墨。另外这个纸呢，也是因为它是一种和毛笔一种共生的关系，相融的关系，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墨里头加水，那么这个水一加呢，加上水墨的关系，它就像那种自然的这种状态一样，浓也好，淡也好，干也好，湿也好，表现的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赵孟俯他就讲书贵纸笔调和，若笔墨不称，说纸和笔呢它不相称，能书也不能写得很好。大家说这种关系很重要，只有理解了毛笔关系和宣纸的关系，把它处理好了，和谐了，那么就能创作出最丰富的书法作品，否则的话不是墨中就是柴棍。中国的书法逐步从甲骨、竹简、绢帛、麻纸上走了下来，随着宣纸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书法的笔墨变化更加出神入化，相得益彰。北宋大书法家蔡襄就是使用了由李煜命名的承心堂所生产的宣纸后，写了这封被称为《承心堂帖》的短信。信的内容是称赞了宣纸的质量以后，进而表达了获得这种宣纸的愿望。宋徽宗赵佶的荒淫无道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历史上历任的346位皇帝中，他却是最富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赵佶只有聪明敏慧，才分甚高，他的登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就从一个每天除了画画写字便无所事事的王爷，突然被推到一国之君的宝座上，改朝换代，端王爷成了宋徽宗。作为皇帝，宋徽宗的政治生涯是灰暗而短促的，国家被金朝灭亡，他儿子当了俘虏，两代皇帝同时被押送北国，最终死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赵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在位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
仅宣和画谱就有20卷，包括231位画家的6396件作品。他的书法别具一格，笔画瘦劲锋利，曲铁断金，因此被后人称为瘦金体。瘦金体的用笔特点是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以此面目示人的仅此一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徽宗赵佶的个人爱好就成了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了。宋代画院的兴盛同赵佶的喜好有着直接的关系，书画出类拔萃的人就容易得到赵佶的赏识。他还前无古人的开设了以绘画取士的科举，只要画得好就可以进入他亲自掌管的画院。一时间，人们的学习书法绘画的风气很盛，因而涌现出米芾、张择端这样的书画大家，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师们的平时画作大多是由赵佶亲自命题，完成之后都由赵佶预览。如果对一幅作品满意的话，他会在画上题写诗文，签名画押，于是后人把这些画称作为御制画或御题画。徽宗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推进了绘画的发展，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了空前的成就。这是北宋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现存古代绘画中反映社会生活最丰富、场景最宏大及人物、屋宇、舟桥、林木为一体的鸿篇巨制。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现给了宋徽宗，赵佶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赵佶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5个字，并填上了他专用的双龙小印。浏览中国书法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那就是历代帝王好多都是书家，他们非常重视中国书法。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书法史和中国文化史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历代帝王呢，他重视书法，一方面他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他的才艺，他在和文人交往当中啊有一种自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代帝王他们是作为政治家，他们往往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对中国书法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我们也要看到，帝王的干预也常常跟书坛发展带来很多副作用，如帝王的个人喜好往往能成为管阁体的温床。帝王的收藏虽然对艺术作品的聚集、保护、传承有帮助，但大多数的墨迹被收入内府以后，除少数近臣、重臣有机会得到拓本或直接目睹原迹外，一般的书家是连影子也难以窥探不到的。毫无疑问，这必然限制了优秀书法艺术的延续、传播和普及。帝王的喜爱固然会提高书法地位，弘扬学习书法的风尚，但是有时帝王对于某一派书法的过于痴迷，对于书法的发展却未必是一件幸事。清代中前期书法的发展，因为康雍乾三朝皇帝他们自己那一手标准规范管阁体的导向作用，
使得发自明末的广阁体书法很自然就成为那一时期书法发展的主流。到清代后期，单一的广阁体书风已经难以满足时人的审美要求，正所谓物极必反，一些有识之士对全国一体千人一面的广阁体一统天下的现状不满。执政的嘉庆、道光皇帝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一味僵化，无形之中网开一面，所以社会上有了复古求新的要求，希望开创新的书法风貌。当时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由于仕途坎坷，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种为仕途而必备的广阁体书法就像令他们屡试不中的科举制度一样，逆反心理驱使他们对广阁体进行抵制和改造。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怪，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书画中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按照传统的说法，书法要讲究什么呢？起码要讲究骨、肉、血、气、神等等。那么这个字的笔画和整个字的结体取势里头包含有骨、肉、血、气、神等等这些东西，你说是什么呢？就是灌注它，注入它的生命力了，它就不再是个死的东西了。所以书法艺术里头讲究要活，对吧？那这就是书法层面里头特别要追求的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书法既然是艺术，它就必须有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帝王的喜好势必影响到臣下，清朝的阅卷官员便把书法的好坏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标准，以此决定取舍。而好坏的标准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恶为准绳。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能写一首让皇帝喜欢或感觉熟悉的字体，的确在阅卷时占有优势。状元首先必须是书法优秀者。顺治皇帝时，因为他喜欢欧阳询，连续两届科考状元都是欧体的优秀书家。康熙皇帝喜欢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于是就有三届状元书宗二王。纵观着中国历史，封建帝王之施政呢，不外就两件事儿：文治与武功。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这不文呢便被揶揄。这文治在皇帝来说，当然包括着许多非征战的内容，而他的象征便是诗文与书法。能书表示的是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几乎所有的帝王都要沾上书法的边。对帝王而言，书法当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的艺术活动。如果我们对历代引领时代书风的扛鼎书家进行一番梳理之后，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历朝历代最杰出的书法家几乎都集中在朝廷周围，他们的背后就站着最高统治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那些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无一例外都是当朝著名的官吏、文人或者高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朝各代的书法家数不胜数，但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流传下来的作品创作者中，几乎没有布衣白丁。能被称之为大书法家的，都是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之人。书法是历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课，它甚至关乎着一国之君的脸面和尊严。长期的笔墨研习，增长了帝王的书写能力和欣赏能力。
即使是那些金戈铁马打下江山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统治地位的稳固，他们也必须学习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所以即使不断的改朝换代，中国书法艺术仍然能够沿着自己的艺术轨迹继续发展。帝王们对于书法的兴趣或轻或重，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也许他们有的人是珍爱艺术，有的人是附庸风雅，有的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有的人是出于装点门面。但是作为书法本体来说，帝王的重视与否确实非常重要的。